海螺吃起来啊，这个盖板不能吃啊，咱给它揭掉，牙签这样插进去。哦，慢慢的旋转一圈。这个是它的黄，不是奥利给，可以吃的啊，非常香的。这个是它的苦胆，苦胆的话咱给它去掉啊，苦胆的话吃特别苦。还有这个腮啊，腮是它过滤脏东西的地方，非常非常脏啊，咱都给它掐掉。还有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海螺的肝脏啊，肝脏的话吃多了会头晕的。这个海螺的肝好大呀，我们看一下。剩下的都是可以吃的啊，海螺最好吃的就是这个螺头肉的部分啊，咱们家这款即食小海参就是用海螺的螺头肉做的。我先给大家尝一尝啊。